辣椒过嘴，是之前吃点咱家的丈母娘的酱啊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给我妈妈点个小红心，谢谢大家了。有辣的有不辣的，拌粉拌面吃都是可以的。嗯，妈妈，没事。哈喽姐妹们，香辣牛骨髓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给我妈妈顶个小红心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啊。嗯，我就过去了，咱要不吃点呢？我不吃了。好，吃个辣椒开开胃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给我妈妈点个小心，再加个关注，谢谢大家了。我先来看个手机。啊，骗你们。嗯。哇。
是个签子，小朋友吃烤串的时候，小心每次要这样吃吃，要不然就会扎着。这，继续来吃，绕这道是第三个了。双击哦，六个人就快了，拜拜。